迟到大王。约翰派克罗门麦肯锡走路去上学。他走着走着，突然下水道里钻出一只鳄鱼，一口咬住他的书包。约翰派克罗门麦肯锡用力一直拉一直拉，但是鳄鱼不肯松口。他把一只手套抛向天空，鳄鱼立刻放了书包，急着去抢手套。约翰派克罗门麦肯锡急急忙忙赶去上学，但这只鳄鱼害他迟到了。约翰派克罗门麦肯锡，你迟到咯。还有你的另一只手套到哪里去了？老师，我迟到是因为路上有一只鳄鱼从下水道里钻出来，咬着我的书包不放。我扔一只手套给他，他吃了我的手套才放了我的书包。这附近的下水道哪里会有什么鳄鱼啊？下课以后你给我留下来罚写300遍，我不可以说有鳄鱼的谎，也不可以把手套弄丢。